有想到朱婷的赛后采访就像她的扣球一样干脆利落，甚至有些残酷的直接揭开了中国女排最后的一块遮羞布。Tonight, I think it's an amazing match because of Japan team is strong. So it's because some players not too much high because it's a defense. And it's deep.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our team is defense so bad. So no defense is no tolerance, is no block, is no attack. So if we lose, of course, yes, we play it's not bad.决赛澳门站，中国女排1-3不敌日本女排，使得两队的世界排名分差大幅缩小，直接加大了冲澳的难度。赛后朱婷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天的日本队打得更好，虽然有些队员个子不高，但是他们有防守，这是他们的策略，值得点赞。可是我们的队伍没有防守，没有拦网，没有进攻，所以我们输了。听完这些话，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朱婷太敢说了，他直接就指出了目前这支中国女排最大的软肋。在此之前是没有哪位现役球员敢这样评价国家队的，也许这和他3年的海外职业生涯有关系吧。总之接下来压力给到了女排主教练蔡斌。要知道自从1984年首次参加奥运会并获得冠军以来，中国女排还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届奥运会。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如朱婷所说，这样一支缺乏防守、拦网和进攻的队伍，就算最后冲进了奥运会，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曾经在世界女子排坛3连冠、5连冠的中国女排，从此又将面临怎样的漫漫情锁之路呢？也愿意听各位在评论区各抒己见。